一个道一个能想起哪个说哪个，哪哪说好都不错，哪个说好说坏别乱折，谁要乱折谁却能着，谁要学得腿打折，说的是说的是说的不是也不是，道高山上一老僧，深山那头几千层，若问老僧一道脉，曾经黄河九段经，五百年前青衣问你们一个五千五百冬，老僧坐有八徒弟，十八个徒弟有法名，大徒弟叫青铜，论这个二徒弟叫冷铜，金三徒弟叫四三点，这个四徒弟叫改造灯，五徒弟叫崩不挂这个，六徒弟叫把不崩，七徒弟叫封存挂这个，八徒弟叫化成风，七徒弟会打成这个冷金，会转钟，四三点会吃管这个改造灯，会仿真都是挂会打这个把不崩，会年轻风随化他会早就有化成更能会点灯，老师叫你换一换，小爷换来万古能，老师一见一老气，要打徒弟整八名，两个徒弟要挨打，就为了武艺游松，他们都从村十三代，一扫后院水玲珑。